那我们出发之后，我们不能空手到吧？对啊，我们要给人家带一个什么小礼物？我觉得，既然是今天主题是爱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准备鲜花？哎，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可以。因为花就是不只是爱情嘛，亲情啊、友情都可以用花。幸福感。对，幸福感都用花来叙述跟呈现，就这样决定了。去人家家有点紧张哎，哇塞，直接去人家家里。对啊，我可是现在在小区里跑两圈吧，人家如果要吃东西的话，到了，来了，哦，你到了 ，Hello。欢迎欢迎，你好，哎，这个花送给您了，哇塞，你好 ，Thank you， 你好，我是韦博，你是韦博，我是小彤，小彤，你好，哎，怎么贵贵姓？我叫孙阿姨，好，请进，请进，不是请进，我怎么就请进什么？哦，请进，不是我家，你，不是，不好意思，打扰，没有，来，冒汗了哈，对，来，刚刚打好的果汁，哇，谢谢。听说你从台湾过来，台北的，台北的，哦，我也台北的，那你是天津的，对对，天津的，哦，我母亲也是天津的，哦，我们祖籍天津，哦，祖籍天津的，是的，哎，今天真是太荣幸了，太开心了 ，OK， 来尝一下这个原汁哦，好的，原汁，那我们就不用客气，畅饮了，哇，这个天气喝这个，对，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哈。就是欢迎故乡来的朋友，谢，真是的，谢。哎，我觉得，你跟我的那个漂亮的老二长得有点相似呀，是吗？你女儿啊，对，她现在也在天津，她在天津，对。哎，那阿姨，你是天津台湾，然后你现在搬到成都，对，什么渊源会搬到？什么渊源啊？从天津到台湾是一路颠沛。颠沛，因为我真的是没有选择权，我在我妈肚子里面，所以刚刚说一路那个颠簸，对，颠簸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这个意思，所以就一路颠沛流离，就到了广州，等船到台湾，哦，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我是在火车上生的，哦，对，我妈妈还好，她是协和的护士，哦，哇。我刚刚还是就心都提到这里了，正好有一个火车皮载了马，运马下来空了，然后就扶着大家推我妈妈上去，就比较毕竟一点嘛，就可以在那边生我了。哇，这个哇，我们定居在成都，我们怎么定居到成都啊？也是不小心啊，因为不是存心的，因为我们从美国来旅游嘛。结果来了以后呢，不想走了。对，我先生就是这样走不掉的呀，他就很爱这里啊，很酷哎，真的。我们来了以后，本来是要去昆大利旅游的，结果一下来以后就被这边的满满的人情味啊，对，就包围住了。然后就跟我先生对望了一眼，就算了，我们就不去旅游，就打算要移民过来成都。哇，啊，就是啊，帅不帅气？帅，帅哈。嗯。啊，一来是来几年了呢？来。2005年来我。2005年。啊，对。快20年了。快要将近20年了。所以跟成都有很深刻的、很浓厚的感情。对，所以他已经也算是故乡了吧？是，算是故乡。成都超级棒啊，我很想来那边住一段时间体验一下。
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吃的、啊、住的、啊、然后玩的，然后尤其是音乐都是非常纯熟的、哦、对，所以就还一直很好奇，但没有办法长期待在这边体验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对，讲得好像有点官方吗？哎，对，是哎呀，发现那个，哎，这可以当主持人了啊！我们把那个于洋换掉吧。啊，不要，把我们同事换掉。真的真的，因为我们成都真的太留人了啊，又美食，美女。这不干我的事，我有个美女在家。OK， 真的成都真的是适合宜居的城市啊。好喝，这个是什么？一会儿的菜单是吗？对对对。哦，我现在很期待到底会是什么菜。对啊。对啊，因为完全猜不出来会是什么东西。对。OK， 就是让你猜不出来，然后做的不像，你也不知道它对不对。你也不对。那我们今天要做几道家乡菜。所以等于是今天是吃台湾菜的意思吗？有台湾菜，有小天津菜。哦，真的好啊！对，好期待。要不干了吧？啊，干了。孙阿姨很喜欢干的。干了吧？阿姨很喜欢干。哎呀，我给你个大杯啊！啊！小心。小心什么？会喝醉。阿姨太可爱了。好，那我们首先先选个围裙。好，当当当当。哎呦，哇，好可爱啊。来来来，很可爱。挑自己的工作服。那我就这个吧。你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确定吗？你要不要换一个黑薄点？没关系，你说这个有放大的作用。对。把那还是拿掉。这个可以帮你收缩一下。你觉不觉得？也是，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对，黑一点就好一点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炒鸭子。炒鸭子？对，可以啊。可以哈，好，那你来做。鸭子的材料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哇，这个里面也有蒜是不是？没有，那个是鸭的肥肉，我把它。鸭子很肥嘛。哦，这样就会更香一点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油会更香。啊，这个食欲已经开始了。哇，辣椒，等一下还有其他的辣放进去。生姜。哇。哦。这声音听起来就好美妙。对呀、啊。哎，有没有想动？不会，炒一炒很简单了。真的吗？动手嘛，我觉得动手吧。你看，翻炒它。啊。哇，真的很香哎，真的很香。很香。鸭要炒熟一点，对不对？那要炒干。哦，炒干，炒得很干，很干。好，炒一下，看看，真的。就是要把这个汤汁都炒干。对。看着好好吃哦。哇，越来越香了。好香啊，好香啊。好，调味开始了。加一点点的酱油、糖、花椒、绍兴黄酒。哦，哇，爆香！哇，这个颜色好漂亮。真的还可以哈。对，好吧，此刻你可以尝一下吧。哇，来，爱尝的人，来。看起来怎么是我嘞？是你啊，直接递给我。是你啊，爱尝的人是你啊。不够，我们就随时调味道。我们可以尝一下看看。太淡了哈，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咸一点点？我这边有弄一些青菜的，看起来就很嗨。干豆角对吧？对，干豆角。哇，这个配面一定是吓死人。哇，这回一定更好吃了。对，天哪，颜色，而且颜色也好看。所以我就希望你从开始尝到它加每一样东西进去以后，有不同的变化出来。哇。这个厉害了，我觉得。更香了。好吃吧？掉起来了。好吃吧？所以你前面尝过那个味道，
再加了一点，不一样了，加了一点泡豆角，哇，这好好吃，要盛起来了哈，差不多盛起来了，好吗？饭太香了。太棒了！哇，听说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我说很好吃，它就真的很好吃。哇，真的好香吧？哈，哎，想请问这个菜名是？这个应该就是这个春江水暖，对吧？哎呦，厉害厉害！因为刚才我就想到了，对，刚才我就想到春江水暖鸭先知。哦，这哟，越吃越好吃。它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就现在想着赶紧做后面第二道是什么，都做完了就可以一起吃了。后面我们做什么，阿姨？关门牛肉。令人振奋的声音。天哪！这悦耳的声音，尝一下。嗯，哇。香是不是像你们家乡的味道啊？哎，真的很像，是不是？很像，所以我就说我要做一点你家乡的味道，他家乡的味道。哇，那什么？要做挂包的。挂包。哇，太幸福了吧！挂包超好吃的。刚我只是把它捂在那个地方，然后现在就大火收汁。妈，我要搬到成都喽。洗菜吗？咦。烫个青菜，不错吧？可以，切的还行吧？非常好，这就是一副大师的派头就有了。不敢说，不敢说。可以，可以。然后再炒个米粉，来喽，炒米粉喽。南瓜，南瓜碾碎。哦，就会包一层，裹在那个米粉上。对，然后再把丝放进来。嗯。哦。哦，淋这个酱吗？对。色香味俱全。哦，捞出来了吗？要，少捞一点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怕吃不完。够不够？够了。哇，好有满足感哦！要开饭了。要开饭了，快快快吃挂包！哇，还有字，蒸蒸日上，希望你们事业蒸蒸日上，大家都蒸蒸日上。我的年龄也是蒸蒸日上，女士，你来先，好，蒸蒸日上，蒸蒸日上，来来来夹这个，你来介绍。哦，好哎，来来，首先就是来个挂包，打开它，然后呢，放肉，然后呢，花生粉加一点香菜，这个酸菜放一点，就可以入口啦。好，这个是，哎呦，音乐，这里面是有声音的、哦。对，阿姨，这里面是，这里面是给你们做的一个好喝的饮料。哦，谢谢。这里面吧，都可以，哦，哎呦，芋头，对，哇，荔浦芋，这个还像那个八音盒那种感觉。对，来举个杯吧。好嘞，发现阿姨很喜欢举个杯。那个、对，谢谢阿姨，好，欢迎阿姨，谢谢。哦，好喝啊，过瘾哈。接下来阵阵奇迹的时刻了。对，但我是很想知道每一个对应的菜名。哦，春江水暖，这个是肯定知道的，哦，对吧？春江水暖鸭先知，这个是铁围乐喷牛宰羊，铁围乐哦。拈花笑是笑在这儿了，是。故须归，故须归。然后玉固知，哦，是这个挂包对吧？
我迫不及待。那你迫不及待先吃挂包。好，我尝尝这个挂包。它另外一个名字叫虎咬猪，你看它的嘴是不是张得大大的？啊。然后首先你先加一点花生粉，先加花生粉。我的步骤是错的，不专业。先加一点花生粉，然后这个先加上去酸菜。来吧。相亲啦、啊！哎呦，感谢感谢。相亲啦、啊，来，请用，请用。吃吃看，我们这个在他乡遇故知。怎么了？我等你一起啊。好，一二三。哦。嗯。嗯。哇，好吃。是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，真的，它真的是蒸出来的，是真的。我们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哇，好吃。嗯嗯，很辣，很辣，嗯，好吃，好吃。真赏脸，谢谢你。哎，你们刚刚为什么盘子碗不打开来呢？好，我们把碗打开。嗯。当当，哦，事事事事如意，哎，祝你们事事如意。那我就开始攻其他的东西哦，好吧，一步一步哈，一步一步来。拈花笑，对，拈花一笑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很好吃，哇，嗯，哇，好吃。要我帮你盛一碗米粉，要不要米粉？嗯，可以，我只要小半碗就行，谢谢。嗯，这个姜味很明显哦。对，夏吃姜。嗯，现在虽然过了夏，好吃好吃好吃哈。嗯，我要吃尝它了。来，谢谢你。快土豆吧。好幸福啊！真的是感受到了幸福，幸福满满。对。哇。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吃到家乡的味道，餐厅里面的味道一模一样。阿姨太厉害了，不能怪我，都黏在一起了，我只能吃这么大口，因为它裹着那个南瓜，对，就很稠很黏，就是喜欢那个感觉。我们的乡情就是要很稠很黏啊，浓稠感情，对，感情啊。这个金瓜炒米粉里面，我说我们台湾的地理环境跟天津很相似，都是环海，所以海货特别多，所以里面就放了一些海产在里面。好吃，我第一次吃这个。是谁说米粉够了？我拿了，我先拿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后面还有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哪一道菜最好吃啊？哦，好吃哇！这好难抉择，这太难了吧？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今天菜虽然不怎么样，可是我真的是用心在想怎么样兼顾到你们每个人的家乡味，然后兼顾到融合。嗯，每道菜都感受到浓浓的感情跟爱。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，你们在厨房里面，我以为你们可能。就明星的光环让你们不愿意进到厨房，因为厨房真的它就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地方、可是呢，厨房到餐桌的距离，我的 slogan 就是你看这么短，一伸手就是厨房到餐桌的距离，是传递你爱与欢乐最短的距离。所以我希望有时间自己做一点饭，下次我再做更多啊，你们故乡也是我的故乡的菜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OK。哎，还有，请问你这么会做菜，你是有开过餐厅吗？还是有？有啊，有吗？最早的时候在台北。哦，也是家常菜为主，还是？对，家常菜。其实我最早开的是麻辣锅。真的啊？真的。嗯，跟四川很有缘啊。不知道哎。啊，我是不得已，因为全家没有人赞成我开餐厅，我就自己开嘛。就开，我说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呢？我想火锅吧。我那个时候就几十年前就做一人份的小火锅了。对，所以你餐厅不只开一间，是一直不断的在
没有，后来就退休了嘛哈，也是到了美国去，没想到在那边吃人家的就不满意。就吃到一半说这什么东西，我自己开一家，是类似这样吗？他不敢开，我有什么不敢？他这样他都敢开，我还有怕什么呢哈？然后那时候是以什么口北京烤鸭，北京烤鸭，对，哇。那你开了北京烤鸭的店之后，后来又搬回来了，从美国又搬回来了嘛？对。你搬回来之后还是做餐饮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可是也算吧，我就开学校，烹饪美食学校。天哪！所以本来讲说你们来不用担心，因为能够把你们引入带入厨房是我的责任啊，是我的那个使命。然后我就现在的一个项目就是四川人的餐桌可有一碟台湾味，觉得两岸一家亲嘛，那他怎么亲嘛，就是在餐桌上互相融合，是做到了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就是这样的美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真的好厉害，食物能造福很多大家的胃口，真的谢谢。对，当下我把你们两位照顾好就行了，好幸福。听说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很好。对 ，slogan 有了。阿姨，你那边好多照片，就这样。年轻的时候去到哪里吗？对，就是从扮老徐娘开始。那个红衣服那张看起来很年轻。对，那个大概40来岁吧。然后这个是我70岁。看不出来，完全看不出来，好高兴，再来一碗。真的完全看不出来，天哪！对啊，好年轻。那边呢是过生日吗？那边是我先生过生日。那后面三位就是你女儿啊，我的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。那是您的老公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是怎么认识的嘞？我出生是在火车上。对。我认识我老公是在公路上。公路上啊，你知不知道台湾有个，你可能太小了，有金马号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对 对，那个时候台湾有个金马号，那时候我就跑金马号，跑长途，台北、台中、台中、高雄、高雄访寮哈，反正花莲就是都是比较长途的。就我先生他在台中读书，然后呢，他就在路上就搭讪了嘛。路上啊？在路上就在搭讪。哎呀，谁谁谁你认识？比如说，那个小童你认识吗？我认识啊。他说哦，我是他哥。那我想，哎呀，同事的哥。就真的是问到了一个认识的人，还不，他认识我们的同事，并不是真的他哥。但是至少他说的这个人名是认识的，真的所以就这样子认识了。认识以后就很快嘛，一年就结婚了。结婚以后呢，就相伴了50多年吧，52年了。哇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所以你要相信爱情。当然。对哈，要相信爱情。这都是很有意义的照片。对，你看。我先生其实那个时候已经病了，我70岁的时候他已经有一点稍微不太表达，各方面不怎么太有顺序了。可是你看我的表情是不是还是很崇拜他？对，很幸福的，很幸福，很爱他的那种感觉啊。所以很奇怪，很奇怪，很奇怪，可以相伴52年啊，对，很好啊，真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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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首先谢谢你的招待，太感谢。但其实还有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事情要麻烦你，就是我们这边其实抽到是。我们 people， 对，那可能要真的麻烦你，就是填写一下，写一下，对，写一下，就是你最想要跟谁吃饭，麻烦你写下来了。
的？谢谢啊、哦，我的二女儿丫丫，她叫丫丫啊、哦。为什么是二女儿呢？就是为什么想给二女儿？嗯，为什么？对，我二女儿她在2021年的时候中风了。嗯，哦，对，中风了，中风在加护病房就住了，20多天。嗯。其实那时候就，医生也举例，就是说这种情况有人怎么样住多久怎么样的啊，那可是我们还是就不想放弃啊，还是抢救，就抢救是抢救回来了，可是呢目前来讲，他就是还不是很好，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好了，就是说他能够站起来了，当然是要扶着东西或者坐轮椅，已经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，所以我现在你说最想跟谁一起吃饭，其实我真的很想跟他一起吃个饭，因为以前他会带我去吃好吃的啊，到各地去旅游都是找美食，所以现在我有的时候我到天津去看他，我都说走嘛，我们去哪里吃饭嘛啊，他就说不方便就不去了，劳师动众就是要扛轮椅啊什么的，就特别特行动不方便，他也不愿意见人，其实他是我最漂亮的女儿，希望他一定可以越来越好。对，我就希望他越来越好。对，你这个愿望一定可以实现。对，我好，谢谢你们。谢谢沈阿姨，谢谢谢谢。不谢不谢。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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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。咦，谢谢谢谢。hug 一下。对对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祝他早日早日康复啊！对对对。一定会好的，谢谢谢谢，谢谢阿姨。不谢，就是真的，哎，我真的讲，我二女儿跟你有点相似。好了，我们也是缘分。真的真的好漂亮，她也是好漂亮，你也是好漂亮。谢谢阿姨，谢谢谢谢。